你看葵就快好多了嘛，而且嘞，葵的包花嘞，跟葵比还没瘪呢，好瘪呢，对，明做了，的，包葵给，就圆，葵就瘪，所以小篆跟大篆的区别就在区别里头，一个包花扁，一个包花圆，月，还没，因为葵有尖，因为葵还凸出来，中间还一定鼓，葵木还，葵还拿包还。写出来，所以呢又还别，一个就还味道，一个就说你写你比例你不知，你比例，还没有快递呀、快好多了，哎呦，那就说了。到底冰个好啊，还没味风味道不同啊。没懂没懂，我这样。那你可以让可以颗粒不可以颗粒个呢？还没，还味道嘛？我讲写的，你要出来葵的味道嘛？我们还说立个字，老是说立个字点不点？我们还立个字你会写，还没？那你说了比较，那你说了立个好还立个好啊？个人爱好喜好呢嘛？谁办事还立个？武昌市还是一个圈，怎么了？你不能说齐白石好过武昌人，你也不能说武昌市的好过齐白石，好吗？但他还是说，有人中意这些，还有人中意这些嘛？个人那个叫做味道不同，好吗？味道不同。写呢一个咧，嗰个分量啊，没分量，冇噶啦，真唔紧要嘅。冇分量，佢冇分量本身，你分量变咗了就唔系佢了。系咪？佢唔系跟碑咁样写分佢量嘅，碑我们碑佢唔系系碑嚟噶嘛？分量最重嘅字还是碑嘛？系咯系咯，佢唔使跟佢噶啦。佢唔系碑嚟噶嘛？知道啦。好啦，那你这个写出来了，那你小篆你也写出来了，写一些。你还没出来了。出来喽，好嘛，好了，应该就谈到要不要的问题了，还没不要不舒服啊，系啊，我而家都点都要要些小吧，呢个就系佢的装饰，佢原来有我唔知。因为点解唔知咩冇嘛？小篆就几个字在世，你话跟佢系咪？所以佢小篆还跟着佢走啦。佢又跟着佢走，佢又跟边个走啊？跟甘肃。甘肃走。系咪？佢现存的几个字唔够嘛？系咪？佢根本就冇存。点解小篆唔系？佢在后，但系咧，佢还是写在。你个唔系住出来不？住在铜上不？住在青铜上不？住在盘上不？佢原来埋在地下不？会唔会烂？烂晒。呢个咧，写在纸上烂着了，刻在石头也烂着了。因为呢个冇呢呢些咧，呢个东西做出来都点解会有？因为都系祭品多嘛。埋在地下嘛。系咪？